我们美丽的五一时间，一起来到能力多保护力超级乐园的活动现场。我是主持人李一飞，首先让我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好吗？朋友们，你们实在是太赞了啊！在后疫情时代，母婴家庭呢，对于宝贝的保护力和免疫力可以说是关注度激增的。我们更加注重健康，我们更加追求品质。更需要我们全方位的呵护和细心的照顾。为了给宝宝提升一个全面的高营养的保护空间，我们能力多甄选了北纬50-53度荷兰专属牧场的纯净奶源，以独立的全方位的配方，为宝贝拥有全面的自护力，成长更自由，并且呢，在未来的时间能够带来无限的可能。今天呢，是一个充满爱的氛围啊。我在中午来到我们活动现场的时候，我就跟我们的粉丝朋友在聊天，发现在今天早上商场刚刚开门，就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能力多的舞台区域，选取了最绝佳的位置，和我们心中的男神和能力多能够近距离的接触，展开有效的互动。所以啊，我们已经被爱满满的包围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实在是太温馨太温暖了。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出席我们今天这一场丰盛活动的各位领导，他们分别是乐友集团执行总裁董刚先生，欢迎您。还有孟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监张良辰先生，欢迎。乐友集团商品中心副总裁曹宗玉女士，欢迎您。还有孟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西北大区大区经理陈玉超先生，欢迎。乐友集团陕西分公司总经理于希伟先生，欢迎。西安玉田驾驭世界总经理裴鑫，欢迎。粉丝朋友们，我想此时此刻呢，大家已经按捺不住心中激动的心情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你知道吗？今天为了迎接我们心中男神的到来，在前期能力多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工作，包括我们现场的安保等等等等。那么我觉得在我们心中男神即将来到舞台上之前，大家是不是应该把自己最饱满的状态展示出来呢？来吧，让我们一起期待，一起来欢迎二来里。我觉得西安的朋友现在的激情没有展示出来呀，来重来一遍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古城西安油泼辣子一般的热情？有。平时吃辣吗？你说辣椒？西安的辣。对，西安的辣。有吃过吗？有。你觉得我们西安的辣香不香？香，就像我们的粉丝一样香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们辣，火辣热辣，对不对？又辣又香，对。今天呢，我们能力多能保总动员保护力超级乐园的活动首场，非常欢迎你们小拉哥来到这里。那么我们首先感受了西安朋友的热情，您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子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就是感觉好像吃了西安的肉夹馍，跟那个西安的面条一样。哎呦，我们西安的肉夹馍和面条可以说是响当当的我们的美食担当啊。那今天呢，来到我们的西安，我想说这应该不是第一次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来过了，来过次数多吗？也参观过那个很多名胜古迹、比如说兵马俑兵马俑钟楼那个城墙，我们也逛了好多地方啊。那我想要帮我们粉丝朋友问一下，今天结束了准备去哪儿过？去哪儿好啊？城墙是吗？都好。谁说的去我家？谁说的？去你家。只要在那个西安到处走走都好。
的确，我们西安呢，在任何地方、任何角落，都是一个古典与现代并存的城市啊。那这一次来到西安，觉得这座城市给你的印象有什么与众不同呢？其实真的很值得来游览的一个城市。西安就是，那个文化深厚的那个古城嘛。就只要你来到这里，又好吃，然后又可以认识很多以前的历史，嗯，也是非常好的。之前有没有跟西安本地的朋友交流过？就比如说他们说陕西话，你能听懂吗？我一直在想那个话怎么说。怎么说？就老觉得自己没讲对。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是？想你。你的粉丝，然后呢说一下陕西话。这找一个真的会说的。真的会说。来，这样在这边吧，好不好？西安的朋友，我爱你怎么说？西安的朋友，我爱你。再来一遍。西安的朋友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怎么样？西安的朋友，我爱你。你西安的朋友，西安的朋友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哇塞，我爱爱你你，怎么这么难发的音？少啊，我爱你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这样，我们来选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们选一个简单一点的，你吃了吗？怎么说？啊，少啊，你吃了吗？这个比较听得懂。简单，你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哎，对，太棒了，是不是？那其实，在我们古城西安，吃还有一个词儿叫做什么？碟。对，叫做碟。那怎么说？小蛙。碟吗？碟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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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对，碟爆了吗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吃饱了吗？是碟爆了吗？碟爆了吗？哎，爆了吗？爆了，爆了啊！对，这个爆了，爆了。对，导演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我们左右两边的粉丝团，对你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，尤其是这个牌子，有没有觉得哎，似曾相识？有，是不是在演唱会出现过？是的，无论是深圳还是上海，从2016年的每一站。这个牌子和这些熟悉的面孔一直守护在你们的身边。哇哇哇哇哇哇！熟悉的面孔。是的，所以你的粉丝团、你的家人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说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3、2、1，幸运的羊，赵新的一人一个钟汉良。分不过来了，一人一个钟汉良。哇。可以，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感动？非常非常非常，而且其实我们那个，就是每一次见面都还蛮特殊的，就是，要不然就是你们来看我，要不然我去你们的地方，大家碰个面。对。对。但是是有点久了。嗯。就是希望那个以后的时间不会隔那么久。所以希望你以后能够常来西安呀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不来，你们来也是可以碰面。可以啊，演唱会。下一次准备什么时候开？下个地方，怎么约？怎么约？演唱会。如果我们那个今年的演唱会真的能如期举行的话，咱们在那个舞台相见。对，让我们在舞台现场见啊。其实通过刚才跟小阿哥你的互动和聊天，让我们了解到你对西安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啊，而且对我们古城西安的文化也非常的了解。那今天来到我们能力多的活动现场呢，作为我们奥优能力多高能的榜样官，接下来呢，我想考一考你，准备好了吗？试试看。那请听第一题。我们能力多有一项技术深耕了17年，请问是什么技术呢？优氨基酸优化技术。哇，学霸哦。的确，氨基酸
17年了。对，优化技术，我们这项技术呢已经深耕了17年了啊，可以驱护小蛋白更好的吸收。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难度要升级了，嗯，准备一下。继续。我们能力多婴幼儿配方奶粉能够给宝宝提供更全面的三大保护力，请问是哪三大？强健自护力，舒活长护力，对，非凡智护力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全能型艺人，保护智力，保护智力，保护智力。是的，我们各个方面保护啊。我们呢，能力多婴幼儿配方奶粉为宝宝的免疫呀、消化呀，还有脑眼三大核心系统的发育提供了全面的保护。那在2023年呢，我们能力多也是推出了主张更全保护力，当然能力多背后呢有哪些故事？所有的朋友，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，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。这个我待会真的来。好，下面呢是让我们一起通过身后的视频了解一下我们背后故事的时段。这个是待会问的问题吗？宝宝是我们的未来，宝宝强即进入强，解说啊，又更了解了整个，不管是生产的流程，还有那个它那个里面的成分什么的，都更多的了解。对，不愧是我们的高能榜样官。那我们的粉丝朋友，想不想跟小阿哥互动再近距离一点呢？这样吧，小阿哥，你看这么多粉丝朋友一早上来都在等你，准备礼物。对。你太聪明了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有奖问答的方式给大家送礼物了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接下来我们抛出第一题，哪边的粉丝朋友足够热情，我们就把话筒交到哪边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样，小阿哥，抛出第一题。
题。第一题是能力都原罐进口的国家从哪里来？原罐进口能力多奶粉来自于哪个国家呢？小歪哥你选吧，好不好？这位女孩子是吗？来，比较近啊，比较近一些。工作人员第一下话筒，是源自荷兰。荷兰，恭喜回答正确。来，为你送上一份幸运的礼物，这是小爱哥的一份心意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抛出第二题。太简单，太简单了，难度升级了啊。能力豆里面的有哪些成分？哪些营养成分？对，我们能力多更全保护力，当然能力多，其中强健自护力主要指能力多奶粉之中的哪些营养呢？谁知道？YYDS 是个男生的女生。来，把话筒交给 YYDS 这位朋友，永远的神。乳铁蛋白。哇。OPO。哇。还有一个和 DHA。哇。还有。答对了一个。答对了一个，我们这边还有哪位朋友知道？好，来。继续接力。继续接力。酪氨酸，刚刚你讲了乳白蛋白，对不对？乳铁蛋白还有什么？酪氨，然后还有个那个胆碱，核苷酸。核苷酸，对。还有一个叫做阿尔法什么呢？乳清蛋白。乳铁蛋白。乳白蛋白。恭喜你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答对了。非常专业的答对了。是的，来。为您送上第二份礼物，那接下来小蛙哥第三题。第三个，今天的活动的主题名称是什么？对，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应该就看那个后面写的字就对了。对，其实这个答案非常的明显，我们挑选这边的朋友吧，好不好？美貌与智慧，集美貌与智慧并存的。今天活动名称是什么？他有回答了吗？可以。是吗？哎，这个呢是我们的主题之一啊。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大主题是什么呢？谁知道？我也觉得是吗？是的，在前方啊，叫做能保总动员，保护力超级乐园。但我也觉得是更全保护力，当然能力多。对，咱俩心有灵犀。我觉得你也对。都对。来，为我们的粉丝朋友送上这份礼物啊！谢谢你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第四题。哦，刚有提到说氨基酸优化技术。对。然后它跟母乳中的氨基酸有多少拟合度？比例是多少？它的比例是多少？非常专业，而且这个数接近100%。对，接近100%了，谁知道？向日葵。哇，你不用拿麦，我都听到你的声音，96.7。你好，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。Yeah, 我也是。800公里的奔赴，你会来到这里？啊？800公里的奔赴，只为来到这里，蛙哥。800公里，你用走的吗？我800公里，看你远还是我远？差不多哎，我们都挺远的。那我们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？96.7。对，96.7%。我们下一次约一个比较近的地方相见。好的，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。哦，不要走800公里，这么太远了。是的，我们的粉丝朋友为了见你一面煞费苦心啊。那还有最后一道题喽，我们来看看。哦，这个是能力都合理渗透压技术的作用是什么？对，请答题。我们挑选哪边的朋友最热情？这个真的好专业。自带光芒。自带光芒，好的，
全新秀负担。还有呢？怎么这么厉害？是不是亲和宝宝？亲好吸收，对，差不多啊。吸收，减轻肾脏负担，亲和宝宝体质。已经对了，已经对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给这位粉丝朋友送上礼物喽。很专业，很专业。减轻负担，减轻那个。对，减轻肾脏负担，亲和宝宝体质，这就是我们的技术发挥无与伦比的作用。刚才的时间呢，其实跟我们的小阿哥跟粉丝朋友啊，是一个开前的热身运动。那下面的时间呢，我们将会邀请重量级的嘉宾登台，给小阿哥授予一个新的身份。那究竟是一个什么身份呢？我们稍后揭晓。下面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呼声吧。我觉得此时此刻掌声欢呼声一定要多一点，因为没有我们接下来登台的我们的品牌方的代表，就没有大家和小阿哥今天近距离的接触。让我们欢迎张总、曹总，有请。欢迎曹总，欢迎张总。好，那这样啊，张总、曹总，我想问二位一些问题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。首先问到张总吧，怎么会选择我们的小阿哥成为咱们能力多高能的榜样官呢？我们能力多奶粉是一款为宝宝提供全面营养的高端奶粉，而我们的小阿哥是全能型的艺人，和我们的品牌定位非常的相像，所以我们选择了小阿哥为我们品牌助力。可以说我们实在是太有眼光了啊！小阿哥的气质和我们的品牌完全契合。那曹总，我知道呢，我们乐友合作的供应商还有厂商啊，高达了350多家，遍布全球21多个国家。我们的销售商品呢，包括奶粉呀，包括脂肪尿用品呀、食品呀、喂养用品等等，超过了30000多个单品。那么在挑选供应商方面，我知道咱们一直都非常非常的严格啊。为什么会选择能与能力多合作呢？那我来说一下这个我们跟能力多的一些合作的历史啊。乐友的话今年发展是第24个年头啊，其实在我们陕西的话也是鼎鼎有名的。那我们之所以为什么选择跟能力多合作，其实刚才主持人和小阿哥互动的很多的一些细节已经非常清楚了啊。我们跟能力多合作是基于它的主要的三大卖点啊，这也是宝妈们最关注的三个最重要的卖点。第一个，全能的丝芙丽啊，我们的乳铁蛋白、DHA 和益生菌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这个全户的保护力、自护力啊。第二，刚才说到的，我们主持人说到的，我们独有的专注的氨基酸优化技术，17年的这个技术，这是能力多非常这个专业的一个技术啊，它是将我们牛奶里边的整蛋白啊分解成小分子结构，让宝宝的肠道更好吸收，也是宝妈们无忧育儿的一个非常关键点啊。第三，是我们最强的一个卖点，来自于我们荷兰的原装原罐进口的奶源地啊，奶源地的奶是非常新鲜的，那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跟能力多合作10几年的一个原因啊，非常好的一个配方。通过曹总您的分享，让我们对整个的这个品牌的内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那咱们跟小阿哥其实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啊。是的，不是的啊。这一次合作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感受啊？其实我跟我们的小阿哥的粉丝是一样啊，我们是第一次在线下见面，确实是第一次。对对，直播前两年是疫情的原因没有见面，其实我们跟小阿哥已经合作了三次了。这次见到小阿哥的话啊，直播两次。然后呢，这次见到小阿哥其实让我感受到，第一非常有亲和力，第二非常专业啊，非常专业。所以这次的话也是我们跟粉丝一样啊，就是我觉得见到小阿哥本人，第一非常帅气，第二非常非常有亲和力，好是吧粉丝们？是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次的话我们乐友和能力多，我们这次举办的这次跟小阿哥的明星现场的见面会也是非常热情。
那我们也再次再次期盼小蛙哥来到西安，来到乐友，和乐友的宝妈们、宝宝们一起再度过我们的一些亲子的互动时光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感谢曹总啊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小蛙哥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，对不对？演过60多个非常经典的影视角色，而且呢，无论是演唱会呀、画展呀，还是这个网球啊，还有骑马呀，可以说是堪比专业的水准了。那小蛙哥，我特别想要问一下啊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优秀的？就是能唱能跳，然后能写能做，还有能运动。其实很多的这个母婴的家庭啊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优秀起来，是不是应该从襁褓之中抓起？是不是应该从小时候抓起？如果想要做到你这么优秀，要不要走进乐友店，选择我们奥优能力多更多的奶粉才行呢？当然是成长很重要，我也尝了一下这个能力多的奶粉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？偶尔尝一下都有帮助，更何况是你如果从小就其实吸收到很好的营养，跟你成长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。当你成长发育得好，你就会想要去尝试各种不同的性事物。所以你接触多了，当然就会越来越丰富的人，感觉好像是更有活力一样。对，您刚才说有尝过我们能力多的奶粉，我想问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？好大家要不要尝一下？尝了一下啊，对，就感觉很醇厚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喝好喝。奶源也非常的纯净啊。也非常感谢曹总，谢谢您，欢迎您先入座休息。也非常感谢刚才的时间呢，陶总能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就想把我们的舞台交给小蛙哥，交给我们的张总。其实张总在2021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官宣了小蛙哥能够作为我们的高能榜样官。不知不觉，咱们也合作了有2年的时间了啊。这2年呢，我们有很多美好的经历呀，有很多好的历程啊。那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要对我们能力多说的呢？其实真的是希望能力多在这个发展的路上继续大卖很重要，然后让好的营养给到每个孩子，然后进入每一个家庭，进入千家万户，让每一个宝宝都拥有更全的保护力，当然是最好的。说得太好了，也感谢您给我们送上这么好的祝愿和祝福。张总，2023年咱们要继续和小蛙哥携手并肩同行啊，那有什么想要对我们小蛙哥说的？哦，非常感谢小蛙哥对我们能力多奶粉品牌的这个支持与肯定。2023年的征途已经开始，接下来我们也为小蛙哥授予新的能力多的品牌超能大使的身份。授予新的身份，能力多超能保护大使。谢谢，此时此刻呢，也请我们二位一起在舞台上方合影留念。与此同时呢，也请我们各位领导移步至舞台上方，和小蛙哥一起合影，好不好？来吧。台下的中间位置啊，我们靠前一点，靠前一点。哎呦，粉丝朋友送上鲜花，这样我们先跟这边的朋友一起合一张影，好不好？来，让我们准备。来，一起。
朋友要照顾一下吗，小白哥？这样吧，我们工作人员拿一个这个自拍的手机，小白哥你就调到这个自拍模式，跟大家一起视频 solo 扫一遍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拿着跟大家一起就是转一圈，打个招呼就好了。来，我们那就跟这边的粉丝朋友来一张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看到这边啊，我知道你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，怪不得大家都这么喜欢你。那我们的乐园呢，由奥优保护专列组成的能猫总动员保护力超级乐园，小蛙哥你也看到了，其实在现场我们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丰富，有没有想去体验一下我们这趟专列的想法？有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跟随小蛙哥一起去感受一下？来吧，接下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小蛙哥送上通过这个世界。